2024总统立委选举倒数，113挺侯康，护台湾就幸福，全国同步路口拜票活动。今天上午，吴正杰、陈双全、陈玉仁、许国正、郑中麟在马公市北城路口分别在各个路角拜票。这些路口除了是卖菜的妇人，也有很多是要上班以及来往的路人，兵分三路三个街口向往来的民众拜票，请求支持。吴正杰向来往的民众挥手致意，也获得热情的回应。平安平安，大哥拜托，大乐家一人包，三乐家大哥谢谢，拜托拜托，帅哥美女一人三乐，三乐家谢谢，拜托拜托哈。对面的帅哥美女，大家早，各位重庆十八台老大哈，一人三号，一人三号，票投三乐家。总统票投三号，立委票投二号，相信电海的吴正杰。政党票九号，三二九，祝你开山，幸福越长久。好、哦，政党轮替，打摊筹币，拜托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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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吴正杰表示，距离投票日只剩下十多天，会团结一切的力量，寻求胜选。在十字路口上，他也受到很多来自民众的鼓励与支持，将持续努力，坚持到最后一刻。吴正杰去年刚卸下两任的湖西乡长职务，他从政以来就鞭策自己要勤恳为乡亲做事，并曾经创下一年365天都在乡公所上班的记录。12月每天上午7点多，他就会站在马公高中的路口向选民鞠躬致敬，他笑称这是最有效率也最省钱的拜票方式。记者王海龙报道。